time to take a COVID test. 我真的做核酸。穿着防护衣的四名人员被关在透明的空间里，替肯卓克拉玛快筛，惊呆所有人。被戳鼻子，故意装作抗拒，接着继续嗨唱。这是美国饶舌天王肯卓克拉玛最近在演唱会上的桥段，唱到一半快筛起来，看在大陆人眼里相当挑衅。尽管台下大陆粉丝超嗨，大声齐唱，不过影片上传到推特，大部分的大陆网友很敏感，认为是在影射武汉，害得全球爆发疫情，直至肯卓克拉玛入华，还怒轰挪用中国文化。肯卓克拉玛在纽约巴克莱中心举行巡演，新冠肺炎变成是表演桥段。还有大陆网友说，肯卓克拉玛名字跟达赖喇嘛相似，是在公然挑衅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。肯卓克拉玛至今似乎还不知道，他引起大陆网友反弹。台湾网友反讽说，快筛和确诊都是入华啦，同意是中国文化。对于大陆网友玻璃性对号入座言论感到傻眼。TVB新闻庄晨宏庭泰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